现在呢，我们来把这里面的放在这里，我们来把这里的哈、啊、这个捞出来啊，把这个哈、啊、全都捞出来。嗯，对，这个西芹呢，切的时候就切得很大枝啊，这样就是为了方便捞出来。它呢，主要是啊，就是熬汤啊，就是熬汤里的味道啊。当然，如果想吃的话，也可以吃啊。但是我是先把它捞出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洋葱也把它捞出来啊。这个洋葱当然要想吃的话也可以吃啊。嗯，现在呢，这个锅里呢，就只有啊，这还有一只漏网之芹。嗯，现在呢，这锅里就只有啊这个萝卜就不捞出来了，萝卜是要吃的啊。对，嗯，然后啊，这个肉已经软了，现在可以再放上，可以加点盐了。对，刚才都没有加盐啊，现在呢，把这些捞出来之后，可以再加上盐，现在哈、啊、再煮一会儿，先加这么点儿啊，到吃的时候哈、啊，这个再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哈、啊、再调。哇，这个好香啊！真的好香。现在呢，加上盐，再煮一会儿啊，再煮一会儿。